哎呦，好多呀！嗨，朋友们，我们来到了盘州2700多海拔的娘娘山，我五羊峪，这里的海拔和气候太安逸了。赵叔，这个五羊峪很少见，我们那边从来没看到过。啊，对我们的东西别的动物也不行。不行呀、啊，哈。那这个羊峪它和其他羊峪它有哪区别？区别总产量低的。产量低哈。像我们那些也都没进过这些羊峪，他的哈。你晓得它为啷叫五羊峪吧？你看这个搬开了以后，它明明白白的花清水，这个你看哇、啊，它是直晒的安逸哈。安逸啊，这女生要多几点啊。你也晓得花清水啊？这个可以生吃吧？啊，可以吃，可以生吃。嗯，可以尝根它。好，口感很脆呀，闻哈。啊，这个一咬狗就脆下来了。这个嘛是我们挖回去的，我们开始拿来煮来吃哈。赵叔，煮来吃好吃哈。煮来吃蘸辣椒面。这些都是你们的吧哈？都在的羊鱼啊？都在的羊鱼。哎呦，多哦这个。咦，这结果还安逸。像我们那些羊鱼的话，我们都挖完了。你们这边挖羊都要晚一点哈。好。哦，来吃羊鱼喽！哎呦，那你看这挣得多啊！哇，你们辛苦了，这种东西嘞，我也说开始吃哎。我们吃吃哎。来来，赵叔，来我们尝哈儿，尝哈儿羊鱼。这个皮皮好薄哈。这个剥开就是五种种哈。五羊鱼，五羊鱼。赵叔，你吃羊鱼吃得上吧？可以。可以啊。可以吃一辈子哈。干活的时候煮这个腊肠粉是最爱哈。好香肉啊。咱就是海椒面香哈。一会儿我们挖羊鱼，我们拿去空饭呀，对吧？空羊鱼饭。羊鱼和饭一起炒。俺们就是可以，像那鲜花种那根皮子刮了。那种油焖到对哦，翻一翻，什么意思？香得很。